好，大家好，大家好 ，Hello， 啊，又见面啦，系啦，师傅你好，好，相当好。你上次上个礼拜话祝贺我起个妈，都知你起到妈啦，啊，真系起咗，不过真系折耳地，算啦。总之，哇，你个金口一开又真系，梗系啦，啊，开心啊，即系我哋点石成金噶嘛，系咯 ，double ducks， 系 double luck，double luck， 咁唔到你个嗱，有一样嘢我都知道你实会即系。follow 依單嘢㗎啦，梗係啦。喂，而家啲鴨走咗點咧，師傅？嗱，即係有好多嘢咧，就不攻而破㗎啦。之前咧，兩隻鴨一出嚟就哇，已經引來一大堆嘅預測啦，就是、負面嘅預測。負面預測係。跟住咧，只鴨漏氣又踩多腳落去，真係仲慘，死得快。好啦，咁啊，大家嗱，用事實去證明，事實勝於雄辯啦。嗯。兩隻鴨嚟香港嗰日之後，係咁巧，港股係升嘅。誒，嗱，你講得啱啦，師傅。係啦，所以咧啲，所以我哋咧就大家咧一定要有獨立嘅思維。係啦，啊，獨立嘅思維嘅意思係咩咧？係即係做人咧，一定要有自己嘅判斷力、自己嘅經驗、自己嘅學問。嗯，咁啊出嚟嘅判斷力。Otherwise 人講你又講，人話佢衰嘅，所以隻鴨泄氣喎，死啦咁啊！咁啊，你又話你又學人哋講咧，係啦，咁咧你又冇啲一啲價值都冇，冇計嘅喎。啊，2019年香港已經係香港人啊，已經係被蘇聯搞一搞，跟住接住2020、2021、2022，哇！嗰、那個瘟疫又將香港人。哇！困惑到咧，好啦，輸蝕唔到啊！其實誒啱嘅，師傅誒啱嘅，即係一般人嚟講咧，係俾黑暴。我上次都講啦，俾黑暴同埋俾呢啲呢啲咁樣嘅疫情咧，係影響得好緊要，尤其是心情又冇一撈啊，家庭嘅問題、倫理嘅問題啊，係咪先？宣泄唔到啦，宣泄唔到係好慘。好啦，咁跟住喎，嗱，只鴨走咗啦，蕩又個市跌咗落，跌咗600。最少應該都跌咗，跌咗700多點，600多、700多係啦，700多。咁嗱，唔係我由頭到尾都咁講，就係話個股市升與跌，依兩隻黃鴨、觀光鴨無關，咁巧咁巧合。我上一集都講啦，就係話，即係依個觀光鴨唔會帶嚟香港某些。即係經濟上邊嘅影響嘅，嗱反而咩？我琴日睇新聞見到有一個女性嘅香港市民咧，就話：哇！我趕住嚟打卡啊！如果打唔到咧，真係遺憾啦！嗱，你就聽到老百姓嘅心聲咧，其實係唔多唔少帶咗俾一小部分嘅香港人咧一些歡樂嘅，咁咪正面咪好咯？咁係啦，嗱咁呢件事咧就結束咗啦。嗱，咁我今日咧就有少少改變方向，就係話咧，我成一陣間Patreon 嗰度咧，我而家做些少預告。你又考我咩先？嗱，Patreon 即係你問得我嘢多啦。嗱，Patreon 時段咧，往常我一定會問你搞乜嘢，我真係即係冇讀經濟咧，我就真係解唔通呢個結嚟，一路。加息一路加息，咁啊美股啊升啦，一路加息一路升，一路加息一路升，咁好啦，咁佢話宣布暫緩，停止加息，暫停啊，暫停啦 ，pause 係啦，咁動下我又跌落嚟，咁搞咩啊？咁即係我真係唔明啊！嗱，就依個擠落去 Patreon 時段講好冇？好啊，好啦，咁好啦，咁我就輪到你問啦，你有啲咩？我梗係問你啦，喂，一語道破就我自己喺度 solo 啊，一字記之啊，梗係我梗係要將你識嗰啲嘢撩曬出嚟，係咪先？放馬過來，有啊，我啲口氣差唔多。師傅，係15號咧，15號啊，6月15號啊，你有冇發現有一單新聞，即係報道嘅，有報道嘅，香港喺赤鱲角機場出現雙太陽，兩個太陽喎、啊，係。兩個太陽喎，咁你即係連問啊，連問啊，以前嗰、那個你知啊，嗰、那個武測天阿武哥，阿武測天問佢都唔明咩事喎。嗱，咁依個兩個雙太陽咧，我又有嘢講喎。係啊，即係點咧？點咧？第一，
我恭喜那個記者能夠拍到一幅這麼珍貴的圖片，是啊，全世界的人都看不到，是啊，只是他看到，啊，好厲害，全世界的人都沒有拍到，啊，只是他拍到，那你是不是覺得這張照片值錢了？很值錢啊，是不是？那好了，那我呢通常呢就是我臨講嘢之前呢我都會 fact check 下，嗯，那究竟這張照片真定假的先，嗯，我呢就不想呢就是例如答一些假設性的問題啊，嗯，或者是講一些假新聞的東西是不是先，如果是真的，嗯，我一陣間會有嘢講，好啊，那如果這張照片，嗯，我並沒有講任何東西，嗯，不過只是說我未，即係我問過好多人，嗯，我話喂，依張相真定假㗎？而家嘅即係你知道，而家嘅 P 圖技術好犀利㗎啦，係咪先？總之我而家咧就喺度講就話，如果依張相真係依位記者大佬影嘅話咧，佢，發達㗎啦，哦。因為點解咧？嗱，阿武哥佢都話咧，未見過一單咁嘅嘢，又唔係日幻，又唔係日雲。又不是所謂的咩折射的冰晶嗰啲，係啦，冇錯啦。咁跟住咧，我就立刻去找占星學嗰啲預測嗰啲嘢啦嚇。嗱，咁通常嚟講，你哋成日都聽我講話日食月食嗰啲啦，係。咁好啦，嗱喺天空上邊見到個太陽咧，通常咧就會有嗱，我寫低曬噶啦，因為我都冇記嚇，嗯，就 sorry 我就記唔到，咁我讀出嚟有日變色啦、日無光啦、日夜出啦、日次啦、日月並出啦、日冠啊、日帶啊、日利啊、日抱日背啊、日缺啊、日運啊、日患啊嗰啲咁嘅樣，從來都冇提及過，原來咧即係上下雙人。是啦，上日字又日咁樣嘅，係咪先？好啦，咁真係我都答唔到嘅，嚇，嗯，因為喺中國雲雲咁多千年以來咧，未有一本書有個文獻咧講過依個咁嘅現象嘅，係咯。咁所以咧，咁啊就我可即係話，如果依個新聞係真嘅話咧，嗯，真係好罕見，依幅相個版權咧，哦，飽咯！即係唔係 P 出嚟嘅咧，就值錢啦嚇！係啦，值錢啦！咁我都係恭喜依位記者大佬咧，哇！你真係捕捉到即係千年難得嘅咩千年，即係唔知幾多億年啊！未出現過啊！即係兩個日頭喎！好啦，咁啊，依度咧就嗱，如果係假嘅，講都無謂啦，係咪先？咁我而家咧，因為未證實，咁我當咗佢係真先。好，咁好啦，咁有好多人咧又出咗嚟講嘢啦喎，啊咁啊咩即係國家唔能夠有兩個君主啊，即係日無二日七七嗰啲啦，係咪？係一山不能藏二虎啊，天無二日啦。但係咧，我教你哋睇一種現象，一定要合乎邏輯，嗰個規範嘅。第一，大家都知道。是假象嚟嘅，因為咧係冇兩個太陽噶嘛，咁兩個太陽即係有一個真係有一個假啦。唔係，即係後羿咧冇用。哦，人哋九個太陽冇理由射正兩隻㗎。係啦，射正赤半。係啦，咁即係話係不可能嘅事實嚟嘅。冇錯。不過就唔知喺科學上邊唔知道有啲咩解釋點解會出現係咁啫。但係我歸納咗呢個係假象，以假亂真之象。咁好啦，第二咧就以我哋玄學上邊咧，太陽咧係分方向喺。即係喺邊個方向發生呢件事情？係，同埋咧就係睇太陽嗰個狀況嘅。日出，日中天，日落三個唔同嘅解演繹嘅。嗱，太陽確實係代表君主。月亮就代表神子。咁好啦，如果有個怪現象喺日出而出嘅話，咁即係代表咧依一個新君主可能有啲事情發生。係啦。如果是日中天的话呢就是可能代表呢就是盛世那个君主呢啊跟他事情有关了。哦，那好了这个日落，日落代表什么呢就是说末代的君主。那我就看看嗱，现在全世界上面没什么末代的君主啊，还要出现一个假的
假嘅末代君主咧，就同佢拍埋一齊相映成趣，係咪？咁啊，梗係有個真有個假噶啦，咁好啦，咁我就聯想啦，就係嗱，依個咧我好大膽假設啦，因為咧都冇文獻講過。咦，末代君主會唔會係講拜登啊？拜登最後應該係啦，最後咯喎。那我同意，係咪先？咦，咁又？他們那個因為在西方嘛、嗯、那個方向是西邊，咦，會不會說、西方那裡有即這件事情是關、西方末代君主，而他被另外一個假的王朝勢力呢、未必是假的王朝勢力，他被一個和、他差不多強大的蓋住他，有冇冚？壓住佢，冇冚，壓住。咁調翻轉頭，我又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睇，咦？依、這個西方末代君主使用咗另外一個伎倆嚟做一個陰一個陽，係擾亂全球喎、哦。啱，因為是不是、啊、因為咧，你見佢每次喺度出現啲咩會議咩嘅時候咧，佢讀稿嘅咋。係啦，啊，即係如果佢曾經講過一句，佢話如果我讀錯咗咧，我話大鑊噶啦。咁意思即係話咧，話乜嘢咧？大家去諗下啦，佢係君主定唔係君主咯？係啦，咁啊跟住嗱咁巧咧，冇耐咧就美國國務卿咧就拜訪中國啦，係咪？係。咁咦，我話咦會唔會係拜登出啲假招數嚟，即係做啲假嘢？嗯。嗱，咁即係呢啲唔好去估啦，先。係啦。你點知道我點知道？冇嘅，係咩？冇錯啦，所以咧有好多嘢代表嘅，咁所以咧就係話，你話我點都要交代一下一幅咁嘅相嘅，但係咧我就作一個好平常心咯，係都唔知道，我都未 fact check， 咁我就係話即係我當佢係真嘅，咁我咪做。唔係你當一個真嘅一個現象咧，係呢個世界係可能會發現，即係會出現啲改朝換代啊。啊！尤其是而家去到白運轉九運啊嘛，係、嗯、咪、嗯？可能喺改朝換代，而家明年有好多大選啊嘛。係，冇錯。咁而家個太陽喺喂，個太陽喺上高變咗兩個，咁而家即係咪換揸 fit 人咧？係啦，係咪？九運換揸 fit 人喎、啊。嗱、聽講就係美國又將會換君主，係啊，又有好多地方都將會換。係啊，明年好多啦，包括俄羅斯都選舉，呢、這個台灣又選舉，好多地方都選舉啊。明年咧好多選舉嘅。係啦，咁所以咧，我會傾向住依方面去。我嘅諗法咧，就如果出現咁樣嘅時候咧，你見佢有一個好似飛歐咁啊，一個咧就好，即係你嗰幅相啊。嗯。咁咧，我就覺得咧，即係一個你當白運又好，當120年嘅運又好，100年嘅運又好，嗯、啊嗰個揸 fit 人咧，應該係換噶啦。嗯，我覺得係咁啫。咁即係話係暗示就是說，就係話明年真係會有依、這個有呢個咩發生噶啦？而家即係暫時即係唔係明年踏入明年？係啦係啦，踏入明年嗱，仲有一樣嘢，師傅。嗯，當呢樣嘢出現嘅時候咧，傍晚咧，傍晚嗯，就全世界人拍手掌啊！唔係，即係個天咧，傍晚個天咧出現都粉紅啊、紫色嗰、那個、哦哦哦哦、粉紅紫色嗰啲雲啊，嗰啲咁嘅嘢，哇！發生咩事啊？啱啱出現兩個太陽，夜晚粉紅啊、紫又唔係、嗯、又唔係上一次嗰、那個。咁反而嗰個現象咧，就好多人睇到喎。係啊，係啦、啊，係啊，好多人都影俾我睇。係啊，就係、是、嗰兩個太陽，一個太陽有個倒影，點解咁奇怪？嗯，嚇、啊！啲天象咧就係、是、呢天象啊，大家留意一下啦。不過我哋即係講嚟，大家分享一下，即係啊，又大家就研究一下。係啦，嗱咁啊，講完依個雙太陽之後咧，咁我今日都即係講完呢個係假嚇、啊。我有一樣嘢問你嘅。好啊。仲有一樣嘢，因為咧我知道你係睇陰宅好叻嘅人嚟嘅，我即係香港睇陰宅嘅師傅咧。冇，千祈唔好咁講。即係高手在民間，尤其是係陰宅，陰宅係深不可測。係啊，你都係高手。冇，我知道你係高手。咁咧就有一樣嘢咧，就喺呢、這個大頭州好似係。
但頭州做咩？嗰度同埋嗰度咧就有個藏區。嗰、那個藏區咧就即係即係政府移除咗嗰度嗰啲墳墓啊，嗰啲塔啊，咁啊移走咗去沙嶺。係沙嶺咁有咩影響咧？嚇、啊、有咩影響咧？呢、這個冇㗎嗱。我覺得咧就係喺政府嘅立場咧無可厚非嘅、嗯，每個國家咧每個地方咧都唔能夠俾人咧、嗯、就係撞到亂曬龍。咁嗰度咧其實咧係一個認可嘅殯葬區嚟嘅。咁、哦、跟住咧，但係發現咧有啲人嘅亂咁撞撞祖先嚇、啊，撞即係撞棺木啊，咁啊金塔啊嗰啲嚇，金塔屋啊咁啊堆滿曬，咁咧就超越咗嗰個認可範圍。咁、哦、啊～食環咧就出咗個警告噶啦，俾咗一段時間嗰啲親人去認領翻呢個係不，即係嗰個不認可區嗰度嘅。咁、但係咧，就最嬲尾咧，都仲有點講咧，就係、仲有九户未揾到主。咁、好啦，咁啊限期到啦、聽講話咧就快就要遷噶啦。哦咁我覺得咧，政府做呢個行為無可厚非嘅。不過我都想咧，講聲俾食環署嗰啲人知咧，就係、是。蕭啊，原來二十四節氣會影響全球市場變動嘅喎。好似我哋以前講過啦 ，Bitcoin 嘅暴跌同谷雨有關咯。我之前排過中國同埋美國嘅八字。有啲發現喎、哦，佢哋嗰啲八字暗藏玄機，咁咪係影響到國運嘅興衰。世局動盪，點樣捉緊投資機會？我侯天同同我黃冠一喺每個星期五嘅一字記之節目裏面，以玄學知識分析及預測全球政經局勢，快人一步，掌握市場脈搏。